Yên tâm được. Với cơ phòng phạch.你要看我拍的吗？我有点书包，你可以看。都是拍动物的部分。好。对对对，你看看。好。OK。好，谢谢啊。你来看我拍的吗？不用，谢谢。Thank you.
这样它会很容易无表。那这样子用偏光镜有用吗？也很难，这样子。偏光镜也很难啊。也很难。因为偏光镜它通常只是去散某种角度，可是它是三片玻璃，我这边有试过了，应该蛮难。拍金刚啊，那在休息呀、啊。他出来了。这个是大金刚。我忘记带我的旧的照相机。真的是角度问题，嗯，差那么一点点而已耶。对啊，因为那个另外面那个，它是最主要是三层玻璃的关系，三层玻璃的关系。